通呢，不就不同 speed 啊！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不同不同是我，我又来了。上一次呢，我拍了一个新一集的影片，你们看啊，就是关于有那个 ice cream 的。如果还没有看的，可以点击这里，记得去看哦 ，support 我一下，知道没有？今天我又来做一个 food review 啦，是什么呢？就，哒哒。哎，你以为只有这个两个哈？其实还有嘞，就是说，冲泡饮料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介绍一个了呢，所以我们就来 random 选。OK， 我关眼睛啊，关眼睛啊，确定没有看到啊？小 ，OK， 我拿这个小的。说好的随意选呢？选 ，OK， 这个小的是。这个小的是游乐梅，这个小的有两个口味，这个是咖啡味，然后这个是香芋味，这个两个都是奶茶来的。听说他之前是周杰伦代言的，应该会很好喝。来，我 Q 那个影片出来一点。永远就会很远很远。哎，你心跳蛮快的嘛。这个就是那个周杰伦代言过的 ，OK。所以这个呢，接下来这个大的，这个就是 Dragon Fruit 的口味 ，Dragon Fruit 产的那个奶茶，你知道是你们有喝过吗？我毕竟自己一个人是没有喝过啦，所以我就买来试看喽。连这个 Beach， 这个就是 Beach 口味的，也是没有试过，所以才买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就是你们如果喜欢的话。我们接下去看，后面会更精彩。叮，开箱，来，这个是 Dragon Fruit 的 ，Dragon Fruit 里面有什么？这个是奶茶粉，这个是黑糖浆 ，OK， 这个是红豆 ，OK， 里面有三个东西，想买一个 straw 啦，给你喝说。OK， 我们已经好了这个 Dragon Fruit 的了，这个是 Beach 的 ，Beach 的里面有什么？啊，一样啦，有这个黑糖浆 ，and then 红豆了 ，then 它的这个粉，奶粉哦，哎，不是奶粉，是奶茶粉 ，OK，and、okay? then 有这个 straw， 两个放一起 ，OK， 两个大介绍完了，那我们来讲这个小的 ，OK， 小的有，这个是香芋味的，香芋味里面有这个。野果粒，然后它的奶茶粉 ，OK， 哦，就两个吧，里面只有两个吧 ，OK， 这个是咖啡味的，这个我很期待的，里面也一样，有野果粒，然后这个奶茶粉 ，OK， 没有了，就 straw，OK，、okay, 然后我们就开动吧。
在我们已经做好全部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全部搅拌均匀。来，你们看，董周末我放水一半嘛，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冷，所以我要加冰。我要加冰先，用冰台，加点冰皮。嗯，你要喝几多就放几多啦，个人是越多越好啦，因为越爽嘛。看到吗？红红色的。好，放好了，我们再搅一下，那我们就看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是要一样搅拌给它均匀，给它那些它的那些 powder 粉全部融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喝啊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试喝啦 ，Let's go！ 你看这个红色的，哦，看着都心爽，里面有就是刚才我们放的红豆咯，这个 dragon fruit 的，我加了冰，哦，冷冷的。喝到那个红豆嘞，加，嗯，啊，红豆好喝，红豆很好吃，然后还有水，很好喝，就有那个 dragon fruit 的味道哦。它奶茶重一点 ，dragon fruit 的味道偏少一点，会很甜，会很甜，所以爱喝甜的你们可以 test 掉。那我们就喝这个，另外一个 peach 的，这个我有点期待那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 peach 的水，嗯，这个 peach 的水就很 match 跟奶茶，其实可以讲很好喝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这个 peach tea， 这个 peach tea 吧 peach milk tea， 哈。更好喝的，没有骗你们，你们可以试喝看一个，这个真的好喝。再加冰下去，哦，如果可以再冷一点的话，我再加多一点冰喝下去，一棒，真的好喝。那我们接下来喝这个的咖啡，阿贝伦，阿贝伦代言的，嗯，里面有那个野果味，啊，野果味。那个 deli 那个咖啡味有点重，这个味道，我个人喜欢是比较喜欢吃 deli 啦，因为 deli 很好吃，那它的水的味道就是咖啡 mix 奶茶，很难去形容哎，那个咖啡的味道啊，讲一形容啊，你们喝 latte。人家牛奶多一点，啊，大概这样味道。可以，我们来加几个啊，这个 yam 香芋味，这个里面也是有那个 deli。哦，这个，给予我啦，这个 yam 味很重，很喜欢喝 yam 的人可以买这个，它 yam 味很重。很香的那种烟味，我们啊，喝到差不多了，所以总结来讲，我现在要给他们一些评分了。所以我们先来由这个来讲，这个是烟的，我就十分里面我就给七分，因为还是很给我感觉到哇不错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喜欢吃这个烟的嘛，所以。给我感觉这个烟的哦很不错，有 increase 到我。then 接下来就是这个十分里面我给大概八分，因为不错蛮好喝也是，可能还有那个 dragon fruit 的力会让我觉得哦很细心的那个水，所以我放那个 dragon fruit 的力里面叮叮。来，我们就讲这个咖啡味的。这个咖啡味我会给高一点，十分里面我就给九分，因为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第二个啊，第一个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，因为这个味道我个人是喜欢咖啡的味道嘛，所以这个它的奶茶又偏甜，咖啡甜咖啡啊，大概这样的味道。
看到这个重头戏了，我个人喜欢的 Peach， 个十分我当然给十分啦，因为我喜欢嘛。所以你们看的话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是可以买啊，不喜欢的话随便你们啦，因为这个是我个人意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分很好喝。所以你们要买这些全部的产品的话，你们可以到这个 Oversea 的店， Oversea 的店他们有卖这些，全部都有。其实这些还有这些品牌呢，还有很多的那种另外的味道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到他们店还是他们的 online 那边去购订，还是去买去看。然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集见。呼呼